的是最近很流行的厌世妆吗？很好看呢。你怎么画的？你需要一个讨厌的老板和小气的公司。你干嘛每天这么厌世啊？开心点嘛！也没啦，就是才刚领薪水，但是房租、水电、学贷都把薪水吃光了。哦，这个我懂。我跟你说怎么存钱的吼。早上呢，我爸开车叫我。那个，我缺的不是存钱的方法，缺的是钱。走了，拜拜。你都转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准时下班需要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勇气。哎，你们看，动物铁道跟叔叔熊一起联名哎，好可爱哦！而且还有温泉。我想要去东照宫。哎，他们下个年假要一起去日本哎，一起去嘛？我不去。一起去啦，反正年假你也是一个人啊。我宁可一个人，也不想在假日看到你们。你在干嘛？这是我在公司唯一的小确幸。嗯，在公司最开心的就是我有一张会旋转的椅子。哎，Megan， 你上班都不化妆的吗？没有啊，顶多打个底而已。为什么啊？来上班都要戴面具了，又何必化妆呢？来，这卸妆精华给你，不用还了。哇，大哦！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行销总监，我叫 Nick， 之后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喽。主管长得再好看，这些机会也不是属于你。在一群人中，只有你对我不动容，只有你是最酷的。等你到我办公室来，就让你当我的秘书。主管长得再好看，可以再这些机会也不是你的。